就用海莱阿木的这首《一次离别》哈来给它完成哈。海莱阿木呢，我一直强调说他是我这一两年来哈非常喜欢的一个大陆的歌手哈，个人觉得他的歌真的是非常的耐唱哈，非常的耐听哈，所以呢他的歌也非常的难唱哈，非常的难唱。可是呢啊，我每次看到他的歌，我一定都会是把它点出来学哈。如果真的啊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一两首我没有学过，其他五个人都觉得很好听，所以呢我就都会把它学起来跟朋友们来分享。但是呢非常非常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的歌曲在我们台湾还算不会很热门，所以算很冷门。好，所以呢我自己也是怪胎一个，所以哈很冷门的歌曲我自己很喜欢，我也都会把它学起来哈，一辈子珍藏，一辈子珍藏哈。这首歌呢真的也是听起来非常的有感情的那个歌哈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，让我觉得心也很疼哈，心也很疼哈。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，但是呢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融入在这个歌的情境当中哈。这首歌呢我刚刚有说过了哈，是我的第578首不同的歌曲哈。这首歌呢我唱的是女生的 FM 哈 ,FM 这样。那如果呢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，如果你是我的新朋友哈，喜欢我的频道还没有订阅的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哈，你们也可以留言想要听什么歌曲，如果觉得我们唱起来好听的话，我会尽可能的把它学起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那个感恩你订阅者呢一路以来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的动力，我会为我自己还有为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们多加油哈。 OK， 这首歌呢我就分享到这，感恩拜拜，再见哈，我们下一首歌再见，晚安，再会，拜拜。